哎，他要打哪个哟？是不是有那样的要打王清儿？有可能，我觉得有可能。他们都battle MC嘛。我感觉他选你了，行，我来一下，宝贝。我感觉他要选我，我感觉，真的，我有预感。星球队选小白，他们俩发型好像啊。锦绣，请告诉我，现场还没有被选过的大魔王中，你想挑战谁？那就李尔星吧，大家举手。好的，星秀选择挑战的大魔王是李尔星，欢迎李尔星来到舞台。姑姑，我想认识你。今天你遇到的是来自莽村的李宏伟。帅到没朋友。哦，变化感不算变化呀，认认真真的。李尔星，你拒绝他，拒绝不了啊。李尔星是我想选的人，然后被星秀选走了，有一点点小伤心呢。可以。李尔星打他，那么我先挑了。我觉得星秀挑李尔星是他一种强大自信的表现，因为李尔星确实给人一种他就很厉害的感觉。虽然我知道李尔星也不好打，可是就也管不了那么多嘛。OK， 你要选李尔星，那你就选李尔星，就我支持你。谢谢你。太憋了，坐在那儿太憋了。是看出来了，感觉你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可以，星秀可以，因为这一季我也有看节目，我觉得你进步非常的大。我作为大魔王心里也是挺有压力的，我们一起发挥出最好的水平。 OK 没问题。我为什么会挑小新哥，是因为他的歌词其实是很有意思的，然后我也是一个喜欢写词写胖少爷的，我觉得狠话就不用放了，如果你们想听胖少爷，等会在歌里面听，保证你们听个够。那李尔星有没有什么要讲的？我作为成都双流火娃，今天这个胜利将由我拿。这个方向怎么样？有点冷啊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那我们拭目以待，好吧？好 ，OK。那请你们两位来猜拳。请你们两位来猜拳，决定上场顺序。我先吧。好的。好。张伟鸿。我先。好，李尔星，先来。好。有实力，敢随便。本轮的大魔王。是留着直接唱了吗？你老抢我的话，我真的是。对，你可以在这儿，你就留在舞台上，好不好？现在把舞台交给李尔星。等一下，我先等一下。我就最后一个字哥啊，我最后一个字。Sorry， 求你。我真的要小疯了。有实力，敢随便。本轮的大魔王一 v 一对决是张仲发战队的星秀对战李尔星。现在把舞台交给李尔星。我唱之前我要说个话，大家跟着我玩起来行吗？来，就是当我指到哪里，你们就帮我掰一下卡，好不好？掰个卡，对，因为我这次的副歌比较简单，就是摇得，你们只要会了，我指到哪里，你们就帮我掰一个卡，好不好？摇得。OK。摇得是什么意思？摇得是什么意思？I agree。哎，没错没错。那我准备好了。我这次来我已经想得很清楚，我们其实已经到这个位置了，我们不希望再纠结于一些音乐的输赢，
但是我觉得新秀，你是今年的热门人物，我对你输出100%的能量，那是我的一个职责。Everybody， 把手借给我好不好？我不想借地，送迪士尼也不属于我们业绩，大家听过没有？学弟学弟，我要替他回答。迪士尼真没有，但在成都做音乐确实很惬意，听他们画饼的功夫，不好意思，我选择去看场电影，录完歌找 PC 连妈骑车100公里骑完了，我们还要去吃甜品。法老也过来写专辑，嘎嘎写了好几首，我说搞快把小精灵也喊过来，喜节有你。但是法老真的很想跟马思唯一起做歌，这个白我要得要得要得，有法有法，还好没选他，这个有点太帅了，超级共唱歌。李尔新做了个这么凶的啊？哦，李尔新控场能力太好了。要得要得，我现在都满脑子这个。李尔新他就是一个非常可爱、非常有那种带动气氛的能力的 rapper， 他把说唱的帅气跟成都人的那种生活的方式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我的天，他真是扮猪吃老虎，真的是有点炸到我了，全都是胖子，冰冷邦邦的在那炸。说实话，我也挺紧张的。我觉得新秀可能踢到钢板了。现在现场150位拥有投票权的观众，请注意，投票倒计时20秒，现在投票通道开启。大家给我一点支持啊！之前我一直他以为是喜剧说唱，这次他带来一个非常高级的 trap， 让我感受到成都街头的感觉。我们一起摇得摇得，这种跟观众的配合十分的默契，同时也真正点燃了我们观众的情绪。对李尔新比较刮目相看吧，因为之前没有看到过他这种舞台。他的那个捧尸赖，我觉得也是炸到了。他阿卡贝拉之后接的那一段，直接就顶上了顶点。我觉得他的硬实力也是非常硬的。最第三。
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哇，这个票高啊，够可没人了呀。没想到他在街头赛上玩了一招这么街头的东西。首先我是觉得很好玩，然后也替自己挺紧张的，因为他发挥的那么好。但后来我想了一想，我说我可是古希腊掌管庞修爱的神，我才不怕你。现在请双方交换舞台，把舞台交给新秀。怎么出来啊，李二姐？其实一百。我希望是这样的，就接下来这首歌我嗓子不太好，我能把副歌交给你们吗？可以。当我唱到我是 rapper 的 rapper， 你们唱 MC 的 MC 怎么样？ OK， 我们试一下怎么样？我是 rapper 的 rapper， MC MC， 我是 rapper 的 rapper， MC MC。 OK， 然后还有接下来这首歌是这个样子的，节目组今年取消了 freestyle 环节，我不知道因为什么，但是我在这里 punchline 就不会停，好吗？接下来这首歌，你们只要从我的歌里面听到一个 punchline， 就把尖叫声送给这个节目组，让他们听听我们街上的声音在哪边，好不好？ OK， DJ 独苗 2.0， Let's go。 为什么叫独苗 2.0 呢？因为以前做过一个歌叫做独苗。到底是上还是不上？导演按个暂停，这段没有逻辑。我觉得还是下首歌更加有活力。呜哈呜哈，倒是哈出了奇迹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，走了雨。其实今年我不是独苗了，但狗哥是独苗哎。我能写独苗这样的歌，对他们来说是不意外的。但是我一定要把词写得让他们很意外，让他们很惊喜。我是来证明自己的，我是来拿冠军的，我是想要让他们记住这个舞台，让他们记住，只要你办街头赛，我就让你看一下什么叫街头上的东西。哎，狗哥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啊？我是导师组的独苗，我撤。坏了，我成替身了。我是 rapper 的 rapper， MC 的 MC， 你想要跟我 battle， 那让 DJ 抓着 beat。我是 rapper 的 rapper， MC 的 MC。我没开玩笑，这是 punchline 的发射器。我是 rapper 的 rapper， MC 的 MC， say rapper 的 rapper， MC 的 MC， 哥们是 rapper 的 rapper， MC 的 MC。 我没开玩笑，这是 punchline 的发射器。你们以为取消 freestyle 就能堵住我嘴里的爆点？抱歉了导演，送你们一段，等我慢慢挑选。但我眼泪都锁进了保险柜，我输给二万夏梦之队，输给表演队。不过辛苦了各位，你们都很有 vibe， 但唱的东西还没这帮观众朋友帅。说了你们又不高兴，除了我和恨与爱，还没听过一个 rapper 唱过一句 punchline。 我把麦克握在手里，我就没有想过给，只有亨利向我当份，我就没有想过谁。所以全场观众双手借我举高高的，你 A 岁你不举手是吧？你好好的，不仅要银行赢得爽，龙卷风摧毁停车场，有些话你们不好说吗？我替你们明着讲，想靠新说唱就 hiphop， 两者来自恒一小心泡椒花生照镜子，里外不是人。我是 rapper 的 rapper，